因为我是跳中国舞蹈，然后试镜当天他想找的是江南七怪，那试镜第二天就已经回了消息，我所有的师姐都成功了，就我没有回音。我等了好几天之后呢，我化妆间就收到电话，就说导演要我再去重新再试镜。然后我去的时候呢，就刚好男一号来陪我试，我就试黄蓉这个角色，我就疯了，哇，黄蓉我是女一吗？然后试完之后呢，就马上要告诉我，我演的是女二穆念慈。那我就问了，因为年轻嘛，很小嘛，我就马上问，哎，不是说要江南七怪吗？为什么会变成女二啊？导演说我试镜的时候，那个江南七怪那种徒弟我不像。就让我在试穆念慈，就觉得我还能打，就给我演了穆念慈。我来评评小婷吧，我跟她有合作过，她完全没有给我们的气势压住。我刚才在看她演，虽然你没有知姐那种温柔，可是不一定要有温柔，你演的是就是你 ，OK。其实其他的我真的觉得你没太大的问题，对我挺喜欢你的。谢谢红姐，小婷是，可能是我个人的要求，我觉得你哭的时候好像笑。啊，是这个怎么办啊？你要练习。就是我一咧嘴，我嘴角就往上，我也觉得我哭像笑。刚才就跳戏，你在旁边那边本来都已经很伤心的感觉，但是你一哭我就就觉得你好像很开心的这样。好，你看着镜子去找自己最适合的那个，所有的表情都是肌肉去控制的，你要控制到每个肌肉都听你的话。好，耀文助演哈，我觉得你比你自己的那个戏还演得好，可能你没有压力是不是？真的吗？是啊，对，助演嘛，因为助演哈，是啊，所以这个就压力问题啊，比较放开了一点。其实在拍之前我一个人可能在房间里，我在找那种就是有点疯疯癫癫的感觉，然后就一个人在那摇摇晃晃，现在想的还蛮尴尬的。挺好今天。谢老师，谢老师。我选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蛮像吴彦祖，而且他有那个劲儿。如果有人去导师跟他教导他一下，戳他两下，一戳懂，好像我刚刚在走廊跟他讲话，他就。大哥想请教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今天不是要演反派，但我其实算是第一次演戏。就是阿祖那个角色。对。角色。你首先要自己去想分割你自己的性格，要逼自己。你看，对对对，哎对，就是那种，他马上，我就要这种感觉，就要这种感觉。他自己已经在房间，你在这研究这个是对的。